对方抓我胸的时候，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做？首先我用两手各挡，然后呢我迅速出肘，将对方拿住。对方抓我胸的时候，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做？首先我用两手各挡，然后呢我迅速出肘，将对方拿住。对方抓我胸的时候，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做？首先我用两手各挡，然后呢我迅速出肘，将对方拿住。Thank you.